一秒，尽逝掉。
资源延续下去，数得到苍老。直到拥抱着沉睡，命与魂埋在你手里，你那些掌纹有多少爱侣，无奈用眼看不到，用两手摸不到，怎么计算亦难了沉迷情。好劲啊！哎，唔该晒。呢个朋友叫阿叶啊。实际上因为呢个台又唔方便摆支水，所以阿叶今晚咧就要人肉速递一次水俾我。好多谢佢啊！咁咧，因为呢个台实在系有意义嘅，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立乱去摆啲嘢破坏咗嗰个原因。咁呢个阵间先解释俾大家听。咁首先今日我好多谢所有嚟观看最后一场的朋友，因为你们就是我这个 show 最后一场的观众，也都是帮我圆满了杨千嬅 Let's Begin 演唱会。但是很犀利，我好多其实今天很多朋友来了，你看到这班紫色的这班这些呢是我的朋友来的，就是稍后如果他们有什么喐到你呢，他们不是非礼你们的，因为他们很 hyper， 同埋因为他们是外星来的，他们全部颜色的，他们因为但這些有個基因全部是、就是、由我老公那邊開始認識的，你知道他是多瘋癲的，所以稍後都要麻煩你帶動一下氣氛。實在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我自己一班朋友，一班支持很久的 fans club， 有來自不同地方的 fans， 還有每一位買票入場的朋友、還有很多、一些工作上面的合作夥伴 Hello Tellino， Hello Carmen， 還有很多、今天的曾經我欠過他很多債的作曲填詞的朋友，待會慢慢一起去數的。實在呢、我呢就很不捨得今天這場 show， 因為這個、什麼話很厲害、怎麼辦，大家都不捨得，我們難道說時間停頓在這裡？
大家停曬喺度咁樣搏一搏。實在有好多嘢希望同大家去表達，但係好似去到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又唔敢亂咁講嘢啦。因為咧，我已經係長期處於一個好感動嘅狀態，無論去緊廁所啦、飲杯水咧，都唔知點解好感動咁啊！一喺紅館裏邊，咁我唔想講啲咩咧，突然之間咧又就喺度哭崩長城咁樣，就唔係幾好。因為實在今日係需要唱好多好嘅歌，咁今日都帶嚟咗好多集合 minor classic 同埋 major classic 嘅歌曲，而呢一堆歌曲就係我呢雙十年華裏面有發生過嘅嘢，亦都係大家成長階段嘅一個溝通嘅橋梁。咁今晚希望大家會 enjoy 一條漂亮嘅時光隧道，我哋一齊進入一個美好嘅回憶。多謝你哋 ，thank you。
枕边，尽管失眠你畏惧，连痴痴地吵醒他都是对，未怕被你讨厌，过分完全不顾虑，傻或错也深知他允许，原来安心才能开心，谁还管笑容可吸引，从此前面的手势图我般都不要紧，遗忘缺陷未靠修行，亦再不必称赞我多么勇敢，找到使我自信的人，自然会一切自爱，原来未靠付出亦得到厚待，从前要被喝彩，要被爱刻意自爱，怎会自在，原来誓要做到第一可能是障碍，能坐拥梦想未出于竞赛，若对象属于我，爱情长流莫博爱，没合上也不担心拖开，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已上过，今晚可能讲嘢是要咁 sexy 嘅。
咁咧就希望可以持續啦，因為一個好女性化嘅身體，但係把曬係男人嚟嘅。但係點都好啦，今晚最後一場，我一定攞埋條命出嚟唱嘅。頭先係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啦，咁但係咧亦都會帶一啲比較偏嘅歌曲。咁實在今日咧，我有真係有七隻歌 encore 嘅，但係每日都冇機會唱曬佢啊。咁咧我就唯有咧。就希望而家咧簡短啲，咁將佢今日每一個環節要講嘅時候咧，我就除咗同大家互相交流之外咧，都係盡量用作鳴謝之用嘅。因為我 show 咁長咧，實在多謝好多單位。咁啊，但係擺到最嬲尾先嚟多謝咧，我永遠都個樣有啲即係急趕同埋馬虎，咁啊內心就非常之唔舒服。咁所以咧跟住咧就會好多時候都會，你見我久唔久咧就要做鳴謝。咁但係絕非個 show 完咗嘅，因為我好多人要感恩、感激，咁所以就會咁樣嘅。咁所以第一個咧，我既然講開個台咧，我要多謝朱祖義先生，因為咧其實今次第二次合作，雖然咧我由呢個演唱會將要發生啦，到要等待發生啦，到 full jazz rehearsal 到而家，我冇見過呢個人嘅，但係我哋喺個空氣之中咧係互相交流到，我完全感受到佢呢個舞台嘅威力同埋偉大。咁當我尤其是咧坐喺呢、這個人哋覺得係山腰或者山頂位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俯瞰係最震撼可以睇曬嘅，係咪啊？真係冇講大話，因為每晚咧我都係將佢上去呢個 Instagram 度睇好耐嘅，所以我每晚我老公半夜就好似撞鬼咁噶啦，因為隔離咧有個女人咧塊面白色。好，咁啊點解咧呢個台咧大家見到好多樓梯啦，但係其實係有個意思嘅。咁我個探子回報話俾我知咧，阿朱生咧就話因為咧 Let's begin 咧重新開始，咁其實人嘅重新開始應該由細胞分裂開始嘅，咁所以其實我而家係企喺一個自己嘅細胞上面分裂緊嘅。係啦，咁呢個非常之，我覺得好好啊呢件事，所以好物理化同埋好讀書人 feel 啊，多謝朱祖義 ，thank you。咁我唔好講咁多嘢啦，我實在好多歌唱。咁啊，總言之，多謝你哋啦，因為有你哋，所以先至成立到今日呢場演唱會。因為所以 ，thank you。谈不易，心是我的，所以醉倒。你别要管我怎么做，拥抱极端好，因而爱慕，还是每个都越爱越过好。如果只因你可亲。灵魂便应声被牵引，为何在门外那人难暂时附在我身？如果只得你体温，才能自我虚弱的吻，并无任何道理，所以是爱人。因为地起，所以记起，贴着你心跳那滋味，仍然在欣喜。除非分离，才明白迷惑背后的定理。灵魂便应声被牵引，为何在门外那人难暂时附在我身？如果只得你体温，才能是我虚弱的吻，并无任何道理，所以是爱人。如果只因你可亲，灵魂便应声被牵引，为何在门外那人
信，如果只得你体温，才能自我虚弱的吻，并无任何道理，所以是爱人。因为记起，所以记起，贴着你心跳那滋味，仍在一起，除非分离，才明白迷惑背后的定理。而流泪全为证实这定理。
变做你类型，让你我有你，只可惜得到你的尊敬，全因很多报警，无谓你选美，令你待我好过令人伤悲，若然排在我中最多三四，我中像全非，为背了我天地，如果不怕死，但凭傲气，绝没有必要和你似妒忌，滋味好过了便要分离，没有屈你只会变更肥，别对不怕死，因何惧你，不会失去血色和香味，知你一向以我去泄气，亦向你便令命运相地。别对不怕死，得很暴气，绝没有必要和你似妒忌，滋味好过了便要分离，没有骨气只会变更肥，别对不怕死，又何惧你，不会失去血色和品味，滋味一向以我去泄气，迎合你便令命与数Yeah.
Thank you.
只是只穿上一片面纱在保护。有一些欲望叫不如，所以才不如慢慢的来，所以才不如喊出来，原来是太满足还不满足。Thank you. 身水身汗，大家 O 唔 OK 啊？俾震撼嘅聲嚟聽得唔得啊？好緊要啊！呢啲能量即刻好一半。實在因為最近啲流感好勁啊，成家都係啊。我仔尋日又發燒，跟住我又發燒，攬咗一齊燒兩個。跟住然之後我爹哋又發燒，咁咪三代同堂一齊燒。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身體啊！呢排咁啊，講翻啦，咁我要多謝 Sunny Wong， 俾大力掌聲今晚嘅舞蹈總監 Sunny Wong 黃國榮先生，好多謝佢俾我嘅訓練同埋開導我一個啟發到我呢個跳舞呢個 move， 因為一直以嚟咧大家都知道我係慢歌起家，咁啊可能好多人都誤會我行動唔係好方便嘅，咁實在咧我係可以 OK 嘅，同埋有健康的體格的 ，OK 係咪？係啦，咁啊，亦都有呢、這個即係靈活的節奏嘅。咁我要多謝咧，就係要多謝 Sunny， 因為其實我對我自己好多懷疑的地方。咁亦都係因為我哋經歷咗呢幾個月去預備呢個 show， 咁每一次嘅排舞同上堂嘅時候，我真係喺佢身上學習到好多關於 showmanship 嘅嘢。實在 Sunny Wong 係 artist 嚟嘅，因為佢好猛力嘅。咁有陣時頭先教啲 turn 咧，我諗叫好輕強嘅，因為有一次佢嚟試要即係示範俾我啦，就咁即係嗰個咁嘅 full turn 轉身咁都好啦，佢一揈揈咗我嗰邊嘅。咁後屘打聽，原來喺 TVB 年代咧，佢有個花名叫十馬榮。咁咩叫十馬呢？就原來咧，當要排舞嘅時候咧，所有 dancers 要離開佢十馬嘅，因為嗰係封眼位嚟嘅，會揈死咗嘅。咁但係呢種猛力咧，正好就係喺個台度面最好嘅發揮。咁我好多謝佢俾咗呢一種猛俾我過得俾我，咁我亦都要多謝 Carto 老師，亦都多謝佢十六位好好嘅 dancers， 非常優秀嘅 dancers， 因為佢哋陪住我練習，俾咗好多自信心俾我。因為好多嘢今晚跟住見到節目，我一路都覺得自己冇可能嘅，係因為佢哋話俾我知有可能。我亦都要多謝我嘅健身教練 Anson， 因為佢真係面乾水濕咁去即係捉住我去練，因為其實佢教我。Keep fit 咧嘅最大嘅意義咧，唔係話你得到淨係得到結果幾多，係嗰個過程。因為過程你訓練到你意志同埋你要克服好多嘢。咁我覺得除咗為我自己嚟講，即係為我自己而做之外，
亦都係為咗我仔去做嘅，因為我覺得咧，我要陪佢行更長人生路咧，我一個健康嘅體魄，所以 Let's begin 呢個時候咧，鳴謝咗之後咧，我繼續再歌再舞啦，送俾你哋，豆令讚。
前没有沙丘，怎么我会跌宕漂流？抬头没有千秋，怎么我怕放下两手？如好景都似梦游，为何惶惑依旧？如伸手不见尽头，叫这世间退后。明明灭了灯影，怎么我会昼夜分明？明明藏住了钟表，怎么每秒扑地有声？是分针，请你忘形，为何摇动不停？离终点不远路程，暂时别要扎醒。我想知如何令雪地化开，如何赤足走过茫茫深海，超乎奇迹以外。我想知如何叫记忆篡改，如何以两手将水深海阔主角爱丽丝，怀疑什么都是可兑换爱的棋子。自然半张花店当大礼，以后对他痴缠骤跌心底。别怪他没余威，拈花需要钱币，同时留低一家妻儿更浪费。
倍赠他这花痴，一间花舍也不算坏情人，应该不接受还是忍？没要紧，我爱你是馈赠是缘还是忍？这世界尊严玫瑰未够送，这个名应该美丽如童话，等于相恋不应计何时间，飞花似落霞，只关于优雅，根本不应说代价。主角实际，往日这羞花容便有生计，没有福做贤妻，专心打理园艺，来人或许一位花神会面世，宁愿信这世界始终都好，占多数善良人，花花的宇宙流动真。但说真，要你我欢欢喜喜闲来，其实只要贪有意去送人玫瑰便有心，这个名应该美丽如童话，等于相恋不应计何时间，飞花似落霞，关于优雅，根本不应说代价。选花给恋人，对爱丽是何家？是就趁眼空的两团泪未曾滴，任由烈风为泪眼轻轻抹拭，别又来沾湿这对折断过的翼。飞出峭壁，突然望见跌出根本我亲手建的，俯瞰大街，我话有热闹燃迹，万丈长空中只有清风来慰藉。谁会施舍我千次的悸动，成全美梦觅到幸福的天
的赞同，从来未及自爱动容。如我空空两手也可舞动，原来寄望就似负担千斤重，而谁知要张开翅膀，这一双翅膀我所需不多，只需一片风。
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宁愉快旅程别悲哀。连起两次绿灯都过当年，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光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眉眼催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祈求未变心，请给我恩人。为了他不懂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种信徒？用两手遮掩双眼，全心倾诉。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光临，如何能重拾信心？我乜都冇，淨係心口有個勇字，幫我媽阿爸爭氣。Thank you。我唔想一開場就喊。每一個 artist 要行多兩年，必須要做多好多嘢。我有好俾心機去唱呢隻歌，唔係無端端今年你哋中意我嘅，中意啊冇得去乞求嘅，淨係想講一句説話啦，生有限，係咪一個自己喜愛嘅人咧？不容易成为别人最喜爱是你们报纸上说受欢迎就受欢迎，是有血有肉，你告诉
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因為他們彌補了我生得不夠靚，沒有幾千萬巨頭，但都被我唱歌。我感激每一位提携我的朋友，打造过杨千嬅呢条路的每一位朋友。我真的有灰心过，有挫败过，但是到今天我发现了一个道理，是成功是要学习，但原来失败是更加需要学习。我由少女祈祷做到今天别人眼中的白犬女王。我得到的东西不是借钱那么简单，有这么多的回忆片段，很多谢大家这十年里面给我这份的恋爱。要学会怎样去顽强投入，这个才是对的演出工作的态度。有力继续跑这个马拉松，我会继续努力。可以拿到奖的时候，我明白我应该怎样更加去珍惜我拥有的东西。我要多谢接近二十年之前我的所有我的 fans， 好多谢你俾咗一个好大的肯定同埋信心俾我，俾咗呢个成长浪我，俾我度过咗好有回忆、好有价值的双十年华。哇！人咧最开心的境界其实是找回自己出来，可以做回自己。 Thank you。 你总会是永久是七一四三四二，无论你是天使，无论你变疯子，这七个字似天地不改变的恩赐。回忆即使衰退，仍留下密码，不生永志。这世界有着不多不少负面用极你，微妙里有万千个并预定相爱分离，为何让我认得你，连名字也可爱死，无故因你更竭力疲，莫非真有这世界有着一千一亿负面用极你，每秒里有万千个并预定生与死，为何让我认得你，连名字也如此犀利，无故痛惜你更竭力疲，莫非真有命。剛才唱了幾首歌比較少唱的，當中這首我覺得為何今次會選這首歌呢，因為我選這首歌的時候有很多朋友有很爭議性的，覺得哇有沒有聽過的，這樣你們有沒有聽過啊？你知不知道這首歌是多久的事來的？九幾年的，你知不知道？我都不太記得九幾了，真的九幾了這次。實在當時的我呢是真的一個很清潔的少女來的，但是我今天呢
都仍然是一個很清潔的媽媽來的，但是人生歷程呢真的不能夠用幾句說話去代表告訴大家，但我深信一件事，當時唱這首 歌的我的時候，不知道你們聽我的歌的時候做了什麼呢？在讀書？不要扮嘢，應該是跟我差不多做嘢嘅。我睇你啲樣嚇嚇，嗰啲係咪嚇？有好多人生閲歷㗎，你個樣。我相信呢樣嘢就係大家同楊千嬅嘅緣分啦。其實所有我哋嘅相知相遇咧，都係由一紮號碼開始。呢一紮號碼係咩咧？其實呢一紮號碼係我哋嘅身份證號碼。每個陌生人都有一個身份證。但是我們都是由陌生人開始變成好朋友，變成伴侶，或者甚至乎變成夫婦或者家庭。我相信我和在座每一位朋友的密碼呢，就是因為這些歌曲。這些歌曲在每個階段的我都代表了我一個人生，也就是記錄了我自己的個人感受。以上見到這麼多年剪輯埋的得獎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一種感覺，是其實我都是一個挺瘋癲的人來的。我都不太明白，即係而家睇翻嘅時候，原來我以前係一個咁激動、咁赤裸嘅一個人。咁我而家都係。咁除咗我要分享一啲自己嘅人生經歷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我都好多感受喺裏邊。我的角色咧，俾大家好多喜劇啦，即係方麗娟啊、余春嬌啊呢啲比較生活化嘅嘢。但係其實真實嘅我喺音樂世界裏邊咧係比較悲觀啲嘅。點解成日喊咧？因為artist 都是一種喜怒哀樂嚟嘅，都有很多都是人嚟嘅。咁每一次錄呢啲歌嘅時候，其實除了治愈了很多朋友 share 到佢哋嘅唔開心之外咧，係幫我分擔了很多眼淚嘅。以下呢兩隻歌咧，都分擔唔少我自己嘅眼淚。希望你會喜歡呢兩隻歌。有心散心，当心跳不再受控，面前有风听风，沉默当响起暗涌，我知我蠢，还未听懂你说分手的震动，曾令视野灰蒙，却不忘那天很冻。何为冻？曾冰点是分子布，其实冻冻不过那条路，赤裸裸感到做过的不可再做，如意过境迁，谁可为谁弥补？后悔我没有阻挡你去路，还未知道风雪会真的飞舞，如下次再见眉毛有多少给我数，
如下次碰见想却步，不要紧，抱一抱。陳輝雄，有位朋友咧，佢叫陳輝雄，唔係電台嗰、那個，但係呢個人係我由細識到大，帶咗啲咩體驗入學啊、一至一百啊，所有最傷最係呢個少女時光嗰十年咧，就係俾咗佢啦。陳輝雄，所有嘅風套設計無疑成事，陳輝雄。啊，好 surprise 啊！見到你好開心，你好嘛？多啲翻嚟香港啦。
该叔叔送盆花落北京诊个鬼知边个咩？啊，今日好多好朋友，好开心。其实今日好似 private party 咁样，但系实在，我又是嚟啦把声。但系实在诶，我唔知点解今日我一入嚟 rehearsal 已经充满咗感动嘅细胞。我而家每一分钟系维持咗喺个感动嘅状态里边，我好惊。我好多嘢想讲，但又唔敢讲。首先系惊超时俾人拉啦，咁然之后又惊我讲喊完之后已经紧如嘅声冇咗啦。咁但系我又好激动，见到好多朋友啦。我一个人生路上啦，喺呢条路咁长咧，我发现咗咧，其实点解大家会认识啊？尤其是每一位支持咗我咁耐嘅朋友，都系因为呢啲歌，因为每一首歌，无论音乐或者歌词，都系一个密码，将我哋紧扣。我唱緊嘅時候咧，好多狀態喺裏邊，但係相信你哋聽緊嘅時候，可能都發生好多事，開心啦、新嘅偶遇啦、邂逅啦、失戀啦、分開啦、分手啦、痛楚啦，咩都有，對我自己都係一樣。但係我好喜歡就係，我覺得我哋每個人應該為自己嘅過去致敬嘅，因為有我哋過去，我哋先有一個成功嘅將來。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喺呢一段娛樂圈嘅人生路上咧，學得最多。所以其實要多得謝過去，好多謝你哋俾咗個好豐盛嘅喺音樂工作圈子又好，電影工作又好，好豐盛嘅二十年，好有意思。好多謝你哋，因為今日你哋有份分享我呢個成果嘅，多謝你哋。好啦，咁啊，今日呢個係水瓶座月份啦，頭先邊個係水瓶座噶？哇，好多啊！呢度應該我喺立眼呢度自己 friend 到。十九個咁樣啦，呢度有十九個啦，呢度都係，真係啊，咁好多喎、啊。水瓶座朋友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有冇啊？你哋都有係嘛？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唱一隻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生日快樂。可惜我是水瓶座。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寒风，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拿来长刀冰茶换我半晚安睡，想念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讲我自己出去。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
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便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止痛药水，拿来长刀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还愿再失去，反正独唱你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Thank you， 祝各位水瓶座朋友生日快乐，永远都咁开心幸福。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除爱多时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笑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词，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若我依然坚持忠诚，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问我的还未问，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关联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笑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中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笑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连没有水瓶座和野孩子。其實水瓶座是一個很任性的野孩子來的，在他的工作路上其實都欠下不少好的製作人的一些音樂的債。十多年前呢，這個野孩子呢就跟他的最佳選友呢，因為一些時差或者一些可能大家的思維上面大家有一些東西的執著或者是態度上的問題，呢突然間這筆債凍結了，到今天突然間有機會在一個
公眾場合的地方，大家重新去提到這個債。我其實很想賴皮，可不可以這筆債一路欠下去，我們可以一路欠下去，就一路可以有機會再合作製作一些好的作品回饋給我們一些投資者，就是你們。但是我覺得最能夠可以回饋到還這個債，就是以後我用心去唱好除了這位最佳選友之外，所有寫歌給我的填詞作曲的人，我應該開始都好好地去唱好每一隻字每一隻音，來報答他們給了一些這麼好的東西給我，一世都不會忘懷的。有太多机会可碰见，很可惜彼此也是太绝，没有心愿。一想到以前，下着船还会有些暖，但共你也天生善于冷战。如固执会变，何日先会变？好一对狂野角色，谁驯服对方先？从前问过千遍，然而从没谁让过一线。难道这恶斗最美人人都输，人人败给终点？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敌光阴那样快？傲慢未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乖。何必论胜败，冷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预地相识于天涯。谁要计较那点失态？就是你再不执着小错处，如有空介意，其实只介意，怎么我们会到此？曾陪伴似天使，曾怀着我好意，谁来原谅谁？别太关注，其实爱侣与自由无赢跟输，能明白最后仍不算是迟。谁这样强大，让难匹敌光阴那样快，傲慢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乖。何必论胜败，冷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一起越过世界。我恨你恨到比宇宙更大，被年月压缩到最少只需一块。随风散落，难时中抛满在路过的街，我决定不带。谁这样强大，都突然熄灭走得那样快。学习最珍惜命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一怪。谁好或谁坏，一万年以后已不需要分解。我只盼今生可释怀，记挂与你分享的天涯，和你结过那些冬。
些繁迷，无公仔仿似爱海无涯，被追赶也像情怀，也幻想与他上位，幸福自大，何必想举债，哪管要吃债，岁月纵使难挨，傻瓜一点看我们还有，手仍能拖，梦亦能做，眼亦能看，心亦能开，找到笑的理由，辛苦不算丑，我们还有，嘴仍能亲，诗仍能做，戏仍能看，歌仍能听，天涯陪在走，我虽细有自由，不需品难拥有。李威，奇迹怎么会够光明存，宁可抢快乐大权来，我自信凡事落在属于自愿，梦想不想远也很怕气喘，看入最高集团，傻瓜一点看我还有，手亦能拖，梦亦能做，眼亦能看，心亦能开，找到笑的理由，艰苦不算丑，我们还有，嘴亦能亲，诗亦能做，戏亦能看，歌亦能听，天涯陪着走，跟虽细有自由，钱虽少有温柔，没有便便有亲，不想自信能有随便有，不想与压力负斗，放望地板傻瓜一点看我们还有，手亦能拖，梦亦能做，眼亦能看，心亦能开，找到善的理由，艰苦不算丑，我们还有，嘴亦能亲，诗亦能做，戏亦能看，歌亦能听，天涯陪着走，一虽细有自由，无需要副手也交我好友，
其实我的心事曾如天空那样蓝，只可惜天过缺少车站。青春有价，寂寞无限，尽量犯错，错了亦有赞。共同换来是私奔更好，私奔永远不负重蹈。来兜底，看谁最大。
错在我未够最大恶极爱得不惹火错极也没法反客自命是错错极也没法为着你恨错错极也没有暴露秘密让你心太多只想相爱不想伤心你要败在口袋你打满气量认错错在爱定你但是爱得反堕错在我未够道行接受你的低按摩只想相爱不想相信誓要快活坚强自问想考起我忍一忍醉到当阵我把当过你也会错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分方向有刺激的只会有激想大大想想细细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分方向有刺激的只会有激想心里来，原本你的我心结。
在生死关键无遗憾。全部拍开心态是变，我自信却多得很。
谁曾当失路，是谁为我责号，为何运气一来到便只懂讲你好，你我曾唱水做日夜一起哭诉，成就令你坚强到就连忆苦思甜也要吞吐，没有过去的你便无今天的我，天不怕但怕高，未可唱到奈何，为了世界不世人情越讲越多，什么都轻可，什么都有另一个，你我尚尽心愿，活在各自乐园，朝华理想行近，为何举杯之后感觉疏远，没有放肆的你何来斗胆的我，天不怕但怕高，未可唱到奈何，为了世界不世人情越讲越多，什么都轻可，什么都找另一个，路太多脚太累，追不到原来乐趣，你我有如何能延续几岁，没有过去的你便无今天的我，天不怕但怕歌，未可唱到奈何，为了世界在睡就的堡垒，寻觅愉快的凭据，任香槟不喝水，你我曾将水做落在汹涌海里，葡萄尚种于园里，若能饮酒思源更快饮醉，行花路哇！你我攞咗咩嚟噶？生日卡，哇！好多谢你，好靓喎，多谢你啊！哇！哦，呢个系咪你嚟噶？啊，点解你唔同一样嘅而家？几耐啊？呢个系，但系真好唔样，你靓咁多嘅喂，唔真系你嚟噶？喂，我真系真心赞你靓啊！我咪讲错嘢啊？好開心係嘛？其實你實在我真係好唔捨得，因為呢個 show 其實準備咗成半年啦，都唔知止唔止啊！但係原來一過去就即刻七場就做完啦，就嚟要咁。我諗可能係每一次都要需要個天都要教我一啲去進步嘅原因或者理由。好彩都唔係太遲啊，四十就係有一，但係我仍然有心有力。咁所以今次我哋呢個演唱會叫 Let's Begin 嘅原因係咁，我希望用一年嘅訓練或者係時間去證明我自己嘅能力。你哋係冇中意錯人嘅，呢個就係我做 Let's Begin 主要嘅原因。今晚即係繼續鳴謝啦，我要多謝我今晚嘅 band。band 對我嚟講好重要，因為佢同我係互相帶動 ，inspire 咗我好多情感喺裏邊。我要多謝小明彈 bass 嘅小明，我要多謝打鼓嘅肥仔明，我要多謝吉他嘅華哥蘇德華先生，我多謝 Randy 彈吉他嘅 Randy， 我要多謝彈 keyboard 嘅 Alan 同埋 Janet 亦都係拉小提琴同埋手風琴嘅，咁另外要多謝阿 Pearl、
阿 Pearl 是一位有為青年，因為他一個人頂了四個 musician 的，他包括是有吹 saxophone 吹 flute 彈吉他和唱 chorus 的。另外多謝我兩位很漂亮的聲音，我們這七晚很多謝他對我的 support 和這麼貼近楊千嬅的心跳，多謝 Angelita 和 Margaret， 我們有機會再見啦。我很多謝他們，因為他們給了很多感動給我。另外多謝教我樹琴的 Florence 老師，他今天都是演繹了我不同的歌曲，很多謝 Florence。 我要多謝今天所有的弦樂手，所有 strings players， 多謝他們令到楊千嬅可以有一種其他的境界去演繹我的歌曲。最後我要多謝我們今晚的 music director Harris 何炳先生，很多謝他很有心機每一隻歌和我的編排，不只是音樂性很高，而是有這種氣氛和視覺效果都齊齊，尤其是快歌環節，很多謝他們，因為其實他們不是伴奏的，其實是跟我一起合唱的。咁我要多謝音樂顧問於日耀先生，佢亦都係其中一位寫過好多好嘅作品俾我，亦都要多謝去到而家環亞唱片公司嘅林建岳先生，佢俾咗好多唔同嘅層面我，由音樂、電影到演出。咁我另外要好感恩多謝我哋嘅主辦單位環亞娛樂同埋東亞娛樂，多謝佢哋對呢個 show 嘅 support 啦。好多謝我經理人林珊珊小姐，珊珊其實係我近一年多嘅合作夥伴啦。咁我覺得大家都有個緣分啦，因為珊珊同我都好爽直嘅人啦。我覺得呢個合拍或者係大家嘅 understanding 咧，係好奇妙的關係，亦都令到大家做嘢上面好 smooth。希望繼續落嚟，我哋合作愉快。好多謝大舊啦 ，Alex， 多謝一路喺度誓死都一起幫我做嘢嘅 April 啦。雖然有陣時要扮面口咧，有啲面口啊，乸乸地咁下，有陣時好似好痛苦咁啊。其實內心好熾熱嘅。另一個助手咧就是、Linda。好多謝佢，亦都係即係幫我處理咗家庭好多瑣碎嘅事務啦，咁啊分擔咗一啲師奶要做嘅嘢，咁我就繼續做女明星嘅可以，所以我好多謝 Linda。 好，我要多謝Much Entertainment， 我要多謝 Kitty、Janet 同埋 Lisa， 我亦都要多謝我嘅髮型阿 Wick、Wick One 同埋佢所有同事，我要多謝咁靚嘅妝容，十八一枝花咁樣咧，就多謝 Ling Ling Chan from Sing Makeup。咁我亦都要多謝我一個好好嘅合作夥伴，亦都係亦師亦友。我多謝 Thomas Chan 幫我設計投好多 part 舞蹈啊，或者係 opening 啊、出埃及記嘅服裝啦。我最感激 Thomas 有一樣嘢咧，就喺我成長路上俾咗好多金句嘅，亦都佢教過一句説話，我不斷喺呢十幾年裏邊都同人 share， 就係個天唔會跌一啲我哋解決唔到嘅問題，要我哋去面對。所以每跌一啲咁嘅事咧，我哋係代表我哋嘅能力同埋成功，因為我哋可以解決到。咁所以我就拎住呢句咧，係用咗十幾年嘅。咁希望大家遇到困難嘅時候，都會變成一種證明自己能力嘅一種挑戰啊！多謝 Thomas。另外多謝 Gavin 啦，呢啲咁嘅法國女人造型咧，全部都悉心安排翻嚟嘅。好啦，咁咧我要多謝 Ricky 嬸啦。咁啊，每日 anchor 部分嘅衫咧，佢就好有心思用啲紅橙黃綠青藍紫咧，去代表七場。咁總言之，得到咁靚嘅衫或者樣咧，係全部每一個單位好有愛心、好感動嘅。咁另外要多謝家庭愛健啦，我亦都要多謝今晚充滿愛嘅合作夥伴，每一忽都係愛，每一忽都係感動俾我。最緊要多謝每一個買飛俾你哋。咁而家好不容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要唱翻今晚最後嘅一隻歌，《好不容易遇見愛》，多謝你。想那年的你，誰忍心去留低？宠你又懂你，回眸绝美，转眼嫌他语言无味。想这时的你说他亲切像空气，寒来会气死。
无人天生会是一对情人，定便知己这出戏才能没结尾。曾踏破过深海，寻求你我所爱，回头像赤足接力赛，陪同你失望有期待。曾踏雪看花开，我几乎风劝你离开，天知道大家好不容易学会爱。
Quick Change 嘅 Polly 嘅朋友，因為佢幫我咁快可以咁靚嘅。到今日最後真係要唱最後一隻歌。冇嘢，我唔知應該點樣講，我淨想同大家講，我好唔捨得。死！我會有期，多謝你哋。嘴角再微笑，是为何？有那么多声线在合唱，愉快的歌，谁都比我难忘。笑声若然没结果，这天这些开心的人怎？何处畅游？听每首歌终结，便轮到下一首。时光总会落后，美好事情会。
一場咁圓滿嘅。只可跟你从头开始过，何须唱下钢琴都敲破，最后一刻仍然还属于我，最后的歌还想听到什么，最后想听听你说愿我未来如何，语调数年仍像最初，最后一刻提琴望剩一个，最后的歌还可珍惜什么，最后想讲不等我，可惜我懂得到那个琴要静下时，你懂得我动摇过，便要因此全力比我幸运，我的下场没法知，比不起最后小姐得一次，情深满意，至少半次。Thank you， 多谢你哋。不拖手或者都好很清热恋，一拖手比不上更短，太快了我没法留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半路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如何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憎，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只知怎么考验你的造行，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你不寂寞便嫌我笨，难道我未够好，未懂得热吻足够令你怜悯，勾不起你的兴奋，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只
擔心我將我看穿，我怕我以後太習慣了失戀。理所當然我的錯，令你快人離開，也是我錯麼？為何這麼快看清楚，落得這結果？知我是個無法阻擋的人，相戀一刻只是我的僥倖，如何誠實去自問？我可討厭到如此黑你真？知我連眼淚也絕不敢忍，次次怎麼考驗你的忠誠？從前為何存在你附近？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但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要幸福不怕落世，任他们多漂亮，未求你矜贵。因自信所以美丽，再由行悲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乜鬼啊！我喺度喊喊苦喊翻，开心啊我！开心啊！开心啊！你好开心啊！总之我唔着啦呢个。珍贵，你最珍贵，我会送你后
情如小手小水，你吹成鬼。Yeah!Thank you, 海友哥哥。
慢慢快快幻想向下向上，想东想西想身心素养，想多想少想天生天养，大大想想细细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管方向，有刺激的只会有激赏。大放送梦想，无国界欣赏，想东想西想身心素养，想多想少想天生天养，大大想想细细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管方向，有刺激的只会有激赏。索索不堪自伤，恋爱模糊定格漫长，全靠狠话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管方向，够刺激的只会有激赏。大大想想，细细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也想想，爱爱女女不管方向，够刺激的只会有激赏。呀呀呀呀呀呀！想想慢慢想想，这里想想那里也想想，爱爱女女不管方向，够刺激的只会有激赏，大大想想细细想想。陳奕迅啊嘛，慢咗啲我，唔等人嘅。还剩那天变黄金，我可以等。
容和依然是那样成分，但愿虔诚能显得吸引，用50年融化你成就。迟早会获胜，那份固执终于都会被尊敬。如练金般等你先转性，除非遗失人性，怎可能一直怯逼？原来暂时觉你没缘分，来年先会变得更吓衬。幻石那天变黄金，我可以等，融和依然是那样成分，但愿虔诚能显得吸引，用50年融化你成就。期待再苦再难堪，我可以忍。谈情10年未满，不怕等，到一余年仍觉得兴奋。若最后能用化你，何用心急守？Thank you， 多谢。越过生死一刻，跟你连单车始终狭路再相逢。在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带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会失踪。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与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作官得有如悬崖的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抱着你不枉献世。三餐一宿得到牧师的祝福，需要那种魂，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的做一类人。望见这都市所有霓虹灯，
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刹那的兴奋。世界将我包围，生死都一齐，壮观得有缘迎来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耀眼生辉。一切，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切，爱得起你，为何忘记位？也许出生当天本以为谁待我像公仔，最后却苦恋蚂蚁。难自爱都懂得怎相爱，找得到一个人共我分享这身世。未算失礼。听到静主，这个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歌，但其实里面的歌词很适合大家用，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智慧。送给你们，杨千嬅。谁人曾爱过你？你问问自己，他贪你什么？好心地也不错。谁人曾嫌弃你？你问问自己，他憎你什么？或是怕你会痛啊？如果想招摇骂人，请加点信心。如果想抱住前人，请吸取教训。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内心。如果可屡立做人，你会更吸引。多谢你哋 ，thank you。
发自于看到了吗？你有苦恋的他，你有多可怕？你有许多牵挂，你没有却很有用，笑笑对你说我来吧。如果想照耀万人，请加点信心。如果想抱住情人，请吸取教训。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如果可屡落错人，你会更吸引。到年时那个你，与弟弟在家中演你自己，哭只因你欢喜。成年人骗过你，你现在大个需要做大戏，但是我永远爱你。照顾人的人咯，佢最好咧就系识体谅人。佢唔理个过程，佢有个目标，佢一定行到底。一个字，勇，够勇。哎，我喺个佢个 WhatsApp 度成日都写 ，I'm so proud of you，I'm so proud of you，I'm so proud of you。其实今次咧，见到千华做 Let's Begin 演唱会咧，我觉得佢由上年2014年年头咧，已经去开始铺排呢个演唱会。其實看到他真的為了今次演唱會付出了很多很多東西，而這一種付出、這一種努力是去到今天Let's Begin 出了世了，是可以完全被這一種努力去感動了很多人。開門就算拍不開，那天涯為你我而開，天關大家好不容易遇见我。无论在服饰啦、化妆或者对他自己的要求，他很早已经想着要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出现的了。我们的团队跟他合作，他的人生的态度的开始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重新一页的时候，他们大家在讲不同的字眼代表这件事的时候，那大家就突然间 pop up 这个字 Let's begin。因為大家有討論過點解我想做呢個 show， 係我成日覺得每個年紀都應該會將自己最好嘅狀態，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年齡層或者每一個階段嘅自己咧，都應該係活到最好嘅狀態，有保持到一個水準。咁我覺得呢種都係一種成就嚟嘅。通常我同朱祖兒先生合作的時候咧，我哋都會先同 artist 去了解咗呢一個演唱會裏邊大家所需要嘅係乜嘢。咁我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得噶啦，我諗到噶啦，分裂啦。咁當然佢一畫咗個分裂嗰個圖案嘅時候咧，我哋全隊人咧一齊對住個台咧，覺得哇唔係啩？要解一個邊邊咁樣，又要咁樣唔知點樣，好似水咁樣唔知點樣凍嗰啲嘢咧，仲要係一層層喎，跟住又有啲位置要有啲升降台喎。佢又話要嗰啲顏色咧，又要漸變喎，細胞分裂咯，係真係咁咯。我問咗同事，佢同我講，哦 ，OK， 但係啱嘅喎，
cell division 咁我係真係要咁嘅。人嘅細胞分裂先可以有新嘅重生嘅樣嘢。我虧要諗到喎。同埋咧，其實咧，佢呢個好 irregular 嘅設計係好幫到件事嘅，因為你坐高少少咧，你見到佢真係好立體嘅，係唔同嘅有啲嘢。你夠辛苦咩？但你諗一諗，你將來個演唱會的效果、個成績，我呢個 trainer 差不多10年嘅 train 咗，咁我平時係有啲咩狀態係除咗 keep fit 之外咧，佢嗰種瘦咧，佢係唔俾我唔食嘢噶，我係要食，不過食得好乾淨。咁我係 base on 一個好平穩嘅計算方法，一個 formula 去 training。咁所以如果我做足曬咧，教練 set 俾我 target 一定搣到嘅。今日好嘅食埋，我食麵包啦，其實邊個想俾麵包食啊？我都吃了，好簡單，快點去target就可以了。有牌未去到的，還有幾個%而已，少少了。有試過偷食，當然有偷食，譬如他喜歡咖啡的嘛，他喜歡喝咖啡的嘛，那我第一個就是個 commitment， You have to stop the coffee。 咖啡哪個喝了？沒有啦，有少少嘛。其實我最肥的時候是150磅，因為生完 BB 很肥，我到現在我是我上台 最高峰是103磅。我想我這年幾兩年我們在這裡保持，真真正正我想這個今年減了20磅，所以你練 muscles 就等於除了漂亮之外，其實是 support 的 show， 因為新意那些都很大運動量嘛，那你沒有那些體質，你冇用肌肉，你根本做唔到嗰啲。達到個目標唔係用任何手段，係因為健康，佢可以承受到嘅訓練量，去同佢達成嗰個目標。而佢一個好嘅身形，係因為唔係淨係運動，而放棄咗飲食，係運動加一個好健康、好有 nutrients、好有營養價值嘅飲食，兩樣加埋一齊，佢先有咁嘅狀態。好，介紹一下今日。因為呢個飯盒我已經食咗成40日啦，今日係 day 40啊。點解我咁肯定呢？因為我每日食嘅時候咧，我 trainer 都會 WhatsApp 我今日嘅 menu 係咩，然之後最尾一定有啲鼓勵説話同埋恐嚇説話啦。咁鼓勵就話 keep it up 啦，或者係即係 make it perfect 啊咁樣啲嘢啦。咁啊恐嚇嘅説話咧就係 you are what you eat 啦，同埋呢個。會話即係千祈唔好偷食嘢咁啦，咁佢間唔時就會打喺我助手度坐一坐，我有冇偷食嘢啦。我今日食咩咧？我睇下。哇！今日有魚食，有飯食，今日兩羹啦，兩羹飯啦。好老實講，其實我都唔係第一次開紅館噶啦，咁感覺好唔一樣啦。即係好似今次係好緊張嘅。因為我好耐冇開 show 啦，都成4-5年咁樣，但係又好興奮喎心情，又好似好 ready 咁，但係啲歌詞又唔係太熟喎，咁但係又覺得開始開 show 咁樣咯，即係其實係呢種感覺好好啊。呢個村民係放咩嘅？扭親腳咯，慘，同埋放鬆肌肉咯，因為我教練啦。Hello， 今日都係，扭親啊你！因為個訓練嘅質素個 quality 夠，令到佢個 basic 打得好，所以有啲乜嘢嘅 situation， 又是唔好嘅情況出現，佢都 handle 得到。我 power 佢，因為佢講得到，佢 stick with 個 planning， 練得到係佢自己 well deserve 嘅，因為佢好 commit 佢自己嘅工作，因為 she's a professional， real professional。好少話樹琴會加入一個pop music 嘅元素啦，咁何炳 music director 都今次試一試加入去，咁啊自彈自唱嘅一個模式咁樣。
開頭學的時候是想象中難的，因為我們那些手指那個控制那裡呢，那我們練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起了枕啊這樣。那其實千華他又要排舞啦，又要唱歌啦，那其實他都比我想象中呢快呢掌握到豎琴這一樣東西的。在那個紅磡體育館中間的台，他們玩升降台這樣升起，那種感覺是很開心的。咁我同佢咧喺台上面對望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有交流啦，去 catch 大家嗰個節奏啦，咁樣，咁結果夾出嚟都好好咯。係啊，我哋嗱，我試一次，係啦，係啦，即 1, 2, 3, 4, 1, 2, 3, 4第一句怪怪地咯，唔係啊！你沿途入咪冇事咯，你一離旁人就未做曬啊嘛。好好嗱，咁我哋做埋啦，唔緊要啦。唱咗先知啊，的確係。係啊，佢有佢啲怪嘢嘅嗰只勇嗰只。好啊 ，OK， 好，嚟多次啊。我們邀請了 Sunny， 這個是千華自己很希望在舞步上面和在體力上面可以展現到另外一件事給歌迷。之前我都有睇啲跳舞嘅，咁就睇佢上個演唱會，咁啊覺得同我排啲嘢少，我唔同啦，我啲感覺係比較大動作啲，同埋係 powerful 啲咯，咁我就要諗啲動作比佢大，而唔使嘥力嘅嚇。咁睇咗就諗啦，嗱，其實咧嚟嘅時候咧，我哋會發出啲震動聲嘅，咁啲震動聲咧係可以令到近範圍嘅人咧知道危險性嘅存在，咁嗰啲震動聲咧，我可以試下先。嗱，各位，呢、這個疑似中國籍女藝人咧，因為彩排壓力太大咧，而家已經傻咗啦，喺排舞室已經去到瘋瘋癲癲嘅地步啦，睇睇睇。第一日排舞，第二日排舞咧，都驚咧，唔夠時間，唔夠時間。當日我睇佢跳咗幾日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佢係得嘅。Give me one, two, yeah. 动手，走位。我諗我好中意佢嘅 energy 啊嘛，咁同埋呢個 show 我從來冇試過好 energy 咁出嚟，所以我。各樣嘢都希望可以做到挑戰我自己的極限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可以多咗一個才能或者一個表演項目喺個 show 度。而嗰樣嘢係關音樂事，唔係唱唔到啊嘛。咁所以呢樣嘢對自己一個進步嚟㗎。咁我會好滿足感咯，樣嘢。我覺得佢進步咗好多啦，攞自己跳舞嘅細胞出嚟，同埋自己嘅嘢 own style。啊！癲曬啊，大佬呢單嘢，濕曬成身，淹死人咯呢個，淹瘦人咯。我啲太太去學啊，學身健體啊，你唔跳嗰啲十八分鐘咩？連都唔知道自己身體好啊！我講。我覺得我哋應該 share 我哋嘅對音樂上面嘅 contribution。咁我就請咗啲我自己從來冇邀請過，因為學友根本就係因為我自己中意有私心。如果我人生我試咗一次同張學友合唱咧，係好大膽嘅事嚟嘅，我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咁我就覺得好一生好難忘。我希望都會做同佢合唱。真有嘅，放心啊！多謝你。你知我幾愛你㗎啦。林海峰咧就係、是、實在阿千華一直都想請佢上嚟嘅，但係又唔知同佢合唱好啊，定係叫佢獨唱好啊，定係應該點樣同佢傾偈啦？咁結果好好阿 Jan 諗咗一段嘅同佢有關係嘅事情，咁亦都喺某一個位裏邊某一日同場，當我哋
即係俾緊 surprise 佢，諗住嗰日俾 surprise 佢嘅時候，我哋一連串幾個 surprises， 咁啊林海峰上台佢都唔知嘅。咁跟住話 Sammy 更加係嘅情意結，我出道就話似佢嘅，咁所以其實佢俾咗個好大嘅亮點我哋開始。你諗下而家個新人都要冒出嚟，我哋都要揾一個 talking point。祖兒更加係冇問題，因為私底下成日嚟我屋企嘅。今次我咁搏命去做 training 咧，因為我睇咗佢一三一四嘅 show。他終於感動到我，他有一種力量，啊，他真的可以為了自己的工作可以去到這麼盡，原來這種境界我未試過，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去學習，不如找一拍好你，啊，他立刻答應了，他說很開心你給我機會，我喂不容易的，今次都你唱小飛俠吧，好難唱的，這隻我自己唱不到，有時候忘記歌詞，他真的背了。咁阿 Y 就更加唔使講啦，阿 Y 淨係嗰個最好的債就已經成首歌演繹咗佢哋兩個之間嘅感情嘅生活啦。每一個十年都會有唔同嘅事發生咗喺死身上，但係你點樣可以無論發生咩事？遇到啲乜嘢，或者自己當時嘅處境係點樣，你都可以將自己最好嘅狀態係保持住。呢個係一個馬拉松嚟，娛樂圈就係玩長打噶嘛。雖然千華即係我太太已經係可以大家嚟講喺香港已經係有一定嘅位置，但係佢保持住每一日都好似一個新人咁樣，去抱住一個學習嘅態度，去繼續喺呢個行業度成長。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有他這種態度和有這種理念，而這種理念我覺得在於我是老公，我都向他學習。當你再唱這一批歌的時候，其實是已經發生了十幾年了，但是我覺得怎樣去重新演繹到而變成一種新的感覺，或者人家覺得哇很厲害，這個就是我的責任來的，我會很想做到這件事。二十年好不容易過咗二十年，咁呢二十年對我嚟講好 amazing。咁我點樣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喜歡呢個人二十年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有眼光嘅選擇咧？就係我出嚟話俾大家聽，我係咁嘅咯。以前啲人對我嘢做嘢可能冇咁信心噶嘛，都會啊得唔得㗎？哇走走地音喎，係但係好悶哇，唔跳嘅喎。我希望今次佢帶住一個好掛念嘅心回翻去咯。哇！再睇多次就好啦，但係 sorry 做完啦咁樣，因為我哋都係想為下一次嘅 show 去做好呢個今次嘅 show。冇啊，冇乜特別諗法，但係我自己好滿足咯。我認識咗千華之後咧，我先發現原來佢好中意俾驚喜人嘅。咁佢嗰種驚喜咧，佢真係有少少樂此不疲喎。我可以形容呢四個字。嗱，我記得有一次 April 咧就係咁嘅。佢生日嗰個下晝，我哋喺公司開會，佢就已經叫阿 Linda 買咗啲 balloon 啊、蛋糕啊。咁個蛋糕唔係我哋即係落樓下買個蛋糕嘅喎，整咗名啊，有公仔有剩嘅喎，即係預訂嘅喎。咁嗰日咧，我仲諗住啊好啊，咁啊入嚟咪 surprise 啊 ，Happy Birthday 咁啦，係咪啊咁？唔係，咁我哋又匿埋喺台底。跟住揾一個人咧，唔喺出邊咧就照應。跟住啲點咧嘅啊，趌上嚟哇 ，surprise 嘅著燈啊咁嗰啲嘢。嗰日咧就要去澳門做 show。咁咧嗰日咧，我仲遲咗一班船去嘅，佢哋已經過咗去 rehearsal。咁基本上好多 artist 喺嗰邊嘅，咁唔行去打招呼，一打去嗰個 dressing room， 佢捧住個蛋糕 ，Happy Birthday 又唱。你真係好嘢喎，好犀利啊！你真係。On and off 在演唱會的時候，因為都有知道他就嚟生日啦，咁佢咁 surprise 啊，我哋搞啲 surprise 俾佢，點知俾大個諗到條橋，就話唔知點樣演唱，我 rehearsal 之前，跟住唔知點排咗又夾埋丁生，然後最後就丁生攞個蛋糕出嚟。你彈黑彈得好叻啊！祝你生日快樂啊！
我坐喺度睇住佢 surprise 喊嘅時候，我好有成功感，所以我坐喺佢隔離咯。我有啲嘢整啊嘛，我今日，因為咧無端端我出門口嘅時候，佢趴咗梳化度，我啲感冒敲一敲先，做好多氣，我心諗你做咩無端端要瞓喺梳化度或者感冒？著條褸咧，著條褸佢著完神褸瞓喺度咁瞓啊，我瞓喺走，好辛苦喎。係啊，冇得趕喎，原來係咁樣。Thank you， 多謝你哋，多謝。Hello! Good show! Good show! Yeah!